那这又是旧课本有特别明示，所以以前考试有考过的。李白《将进酒》：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。高堂明镜悲白发，朝如青丝暮成雪。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。下句你会？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。OK， 好，唯有好人。旧课本就问这句对不对？对，对，为什么对？不对，为什么不对？这一句，下一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对？为什么不对？停车站借问，丢吧。问题一：黄河之水天上来，丢不丢？你为什么对？为什么不对？因为他是从冰车上面弄下来。可爱的大帅哥，帅哥叫二八，没错，二八。二八，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对？为什么不对？都对啊，对，为什么对？猴子那什么难题？因为它那个要凝结，然后蒸发才。你把不啦？先凝结的，然后先蒸发啦。你乱讲啦，不是这样的。它会到天上，然后会下雨啊。你终于扯到边了，你终于扯到边了，请坐。说什么？三个字。你会学什么？黄河的源头是哪座山？要靠山上的雪水融化，雪水雪哪来的？天上来的嘛，天上来的。所以呢，所以老天爷降下雨水，降下雪水来补充，所以黄河之水天上来是对的。下一句，下一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，干爹哦。奔流到海不会复回，干爹哦。这个叫做 number five， 霹雳五号，霹雳五号，霹雳五号，普林斯，奔流大海不复回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对？为什么不对？啊，不对，为什么不对？你做，因为它会水循环，蒸发会凝结，会再降水，对，它会复回，所以奔流到海不复回是错的。因为旧课本有明示，所以以前问过几次，但现在课本没有明示，不过你还是该了解。黄河之水天上来，丢，奔流到海不复回，丢，是透过水循环观点来看的。于是我就喜欢讲一句恶心的话。梁浩宇，你现在喝的水，我前面提过一次，我之前有提过一次，全世界的水，扣掉少数例外不管，就只有这么多，透过水循环反复的使用，所以叫做可再用资源。很久很久以前，我们撒了一泡尿，然后蒸发。然后凝结，然后降水，水循环，到了某年某月某一天，你放到杯子里，咕噜咕噜咕噜就把它喝下去，同一个水分子就吃下去了。所以你喝的水可能是恐龙散的尿。小时候不乖不守规矩，在地上乱吐痰，啊，呸，吐一口痰在地上，这口痰蒸发凝结降水，在你十五岁的时候被你喝下去到你的肚子里面去，水循环，水循环。所以，那告诉你，全世界水就只有这么多，扣掉少数例外不管，全世界水就只有这么多。透过水循环反复重复的使用，叫做可再用资源。就是我们跟各位介绍有关于一些水循环的想法。